明白。我说有就有，他是好人，他是好特务。行，他是好特务，那你跟我说说，他怎么就是一个好特务了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你不是好人，你在套我的话，我不会告诉你的。那行。够了，那咱俩再喝杯酒，好吧？来，让。有那个女人的消息了吗？还没有。这个叛逃的康德奇，虽然职务不高，但他却掌握许多外勤人员的机密档案，威胁很大。情报二组的人说，他已经投靠了特工部。戴局长下令，一定要除掉他。安琪被抓，我在特工部的耳目就没有了。如果他还在的话，对付那个女人并不难。安琪现在怎么样了？还被关着呢，就是没有办法营救出来。被关起来也不能说没有什么用处，或许他能替我们除掉重庆的康子琴。啊，那您的意思？这范先生是怎么了？要不要我去给他熬碗姜汤啊？哎呀妈呀，范先生喝多了又不是着凉，喝什么姜汤啊？哎，大小姐，要不然我先送你回去吧。
开车小心点啊！哎，再见。你不用紧张，我跟你太太是同行，我是政府的。喝酒，我老婆。哼，这件事情恐怕就由不得你了吧？今天活得多，对对对，你看今天赢多少？你化了几把妆啊？三把，太太，我差不止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真是，我都没怎么糊今天。是太太，好啊，今天范先生来了，说有事要找您。他来了，他夫人不是被关起来了吗？是不是？哎，你们说说，他这个时候来，是不是来求情的？可不是嘛，一日夫妻百日恩嘛。他怎么都应该来的，不一定。那安琪听说也跟他有关系，怎么没见他来求亲事吗？哎呦，我说李太太，人家可在门口等着呢，你到底见还是不见呢？那你们说呢？见，当然要见了，看看他到底说些什么。是是，让他进来。好吧，让他进来吧。是我手慢了，赢了那么多钱，你还是是是是专业演技。来来，给你。李太太，哎呀，范先生，您今天怎么来了？不是今天没给丹丹安排上课呀？我不是来上课的，我想求您一件事。啊，有什么事尽管说。都是自己人，没关系的。
要不我们去客厅说。啊，好的。好，来这边请。范先生请坐吧。不用了，李太太。啊，那有什么事情就请说。那这么说，你还是为了子琴。你早点把话说清楚了。我还真以为你要去见什么安琪呢。如果要是那样的话，你就是说破大天，我也不会答应的。还好，还算你有良心。这样吧，一会儿老李回来的时候，我跟他说一下。谢谢你。你还有别的事情吗？啊，没有了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啊，那我这儿，好。哎，好。张妈，送客。哎、你看看你们这个样子，一个一个的啊，都是一个看热闹的嘴脸，没一个好东西。哎呀，真没想到哎，这个范先生还真的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呢。我看不一定，你怎么知道他不是趁这个机会去向安琪献殷勤呢？这个时候了，还顾得上风流？哎，你懂什么呀？这个时候见面，那才够刺激，那才是真爱哦！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们呀，那狗嘴里吐不出来象牙来。是是是，我们都不是好东西，就你是好东西。我看你还不是一样，他也是想看看范先生和安琪见面都干些什么，要不然你也不会那么爽快的答应他，是不是啊？你们还玩不玩啊？玩，来来来，该谁说了？干干干！小鬼，哎呀，首长，你可回来了啊？没事。跑去哪儿了？我怎么着又惦着管我了？死宅转转。不是，我不是，我是怕什么呀？我是怕你出去啊，一旦碰到警察或者熟人什么的，麻烦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就是随便转转，我也没到处乱跑。慢点，先坐。首长，你再忍耐两天，等过两天啊，交通员把上一批的同事送回去之后，就能回来送你回苏北的。今天范百成来咱们家了，为他老婆求情。你说的对，也不对。怎么讲？他是为康子清求情，但是想见的人。
见到他，我该怎么做？那你们聊吧，我就在外边，有事叫我啊。范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事吗？他们还跟你说了什么吗？他们说会照顾好你的父母。
我能见见子琴吗？哟，这事儿主任他没交代呀，要不然我回头帮你问问，等有消息了我再告诉你。哦，那就不必了。哦，你还有没有什么话让我带给康处长的？那让他注意身体健康，缺什么东西的话带话告诉我。你放心，咱们这儿什么都有啊。啊，那就让他注意饮食，一定要按时吃饭。有我呢，放心。那就麻烦你了，我就不送了，不送了啊。进来。主任。老范，你找我什么事情？我想请你帮个忙。帮什么忙？救子琴。这件事，我爸不可能听我的。你能想办法再试试吗？好吧，我去试试。谢谢你。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当然，我会对我说的话负责。好，进来。主任，您女儿来了，非要见你。老这儿干什么？爸。开门见山吧，我是来为康子琴求情的。为他求什么情啊？好爸爸，你就放了他吧。好，我告诉你，这件事跟你没关系，等搞清楚以后再说。还有什么搞不清楚？重庆那边的肯定是假的。你怎么知道有重庆来的呀？我那天在书房听的。你怎么可以偷听呢？我没有偷听，爸爸，我只是刚好听到那么一点点罢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不准胡闹。这件事儿搞清楚以后再说。那什么时候才能搞清楚啊，爸爸？明天。明天？嗯。真的？嗯。那如果康子琴是假的怎么办？法办。怎么着，嫌弃老子了？不是，我赶时间呢。废什么话呀，你赶什么时间啊？今天哪都不许去，就在这儿陪我。不行，大师家那边都约好了，客人都等着呢。再说回去县里会说的。什么客人啊？老子就是你最大的客人。你去把那个经理给我找回来，我看他敢不敢说你。你现在连这个门都不敢出，还横给谁看？刚说什么？你干什么呀你？别可怕老子！领主来了。
不是什么好消息？出去，该干嘛干嘛去。你怎么还跟这种女人来往？玩玩而已，闲着闷得慌。你马上可以回去了。真的吗？包志喜说，安琪已经指认局里的那个康子清是假的。太好了，主任，你明天就去找李世杰，把这件事情跟他挑明了，看他怎么解释。不行的话，去宪兵队告他个渎职；实在不行，就告他私藏抗日敌对分子。这件事不急，排在我们手里，我们着什么急？该着急的是他，让他来求我们，这样我们就主动了，得到的好处就更多。可是我实在等不及了，整天关在这里也不能出去，弄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似的。你还是耐心的再等两天吧。范伟成见了安琪了？见了。他怎么说呀？特工部这个是假的。啊？没想到吧？没想到，哎呦，真的没想到，这个女人胆子也太大了。他一直在你们身边呀，哎呦，真的是太可怕了！你打算怎么办？把他抓起来，还是救？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你是说李建平那边吧？你怕他知道了这件事给你找麻烦？哎呀，不管怎么着，这个康子清也是你招进来的。他们那边肯定已经蠢蠢欲动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奶奶，这么着急找我，是不是康子清那边有什么消息？我爸说，明天就知道现在的康子清是真的还是。你想说什么？我知道特工部还藏着一名共党。有这种事情？那你为什么不早向我报告？
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好，我说。もしもし。おう、大島君か。何か用か。重要なことです。司令官に報告しなければ。待っていろ。安琪跟我说，他愿意帮助指认，哪个是真的康子琴，哪个是假的。安琪自己的身份到现在都还没确定，他怎么去指认别人呢？他供认自己就是帮助军统工作的，唐毅就是按照军统的命令做的。这是你挨着的事。他愿意供认自己的身份，说明他还是愿意靠向我们的。那他得有所表现，所以他提出来帮助我们鉴别哪个是真的康子琴。结果呢？重庆那个是真的。你打算怎么处理那个假的呢？建平兄啊，你的意思呢？这个假的一直待在我们部里，这件事儿要慎重处理。我看，不如直接把它交给日本人办。我的意思啊，还是放在我们内部处理。您说怎么办？就怎么办吧。还有，那个重庆来的康子琴，咱们也要甄别一下。要是万一再来了个假的，那笑话可就闹大了呀！啊，好吧。知道为什么让你去执行吗？知道，在这儿，您最信任的就是我。知道就好。这件事千万不能向别人说。天知地知，您知我知。去吧，一定要干得。